好了。好。哇、哦，这花种的好漂亮啊！对对对，我们非常的甜。跟台湾有什么差别吗？几乎没有差别。不管是结实累累的木瓜，还是又大又香的西瓜，以及火龙果与香瓜，它们都是来自韩国瑜最爱的高雄水果。韩国瑜非常喜欢吃的木瓜、西瓜，还有呢珍珠、芭乐，也都是来自高雄的。韩国瑜最自豪的高雄水果，柏流人也吃得到。Which fruit is your favorite? Dragon fruit. Uh-huh. And wax apple. Why? Because they're sweet.热带气候的柏流全年平均温度25度到30度，比高雄还要热。在这里种高雄水果，深受柏流人喜爱。火龙果我们的糖度可以到18度，那台湾呢？台湾大概平均可能15吧。高雄的火龙果在柏流种出来味道怎么样？试试看看。真的比台湾还要甜。参访团吃着甜滋滋的高雄水果，但大陆国台办反对蔡总统回程过境夏威夷，蔡总统强力反击。这个北京好像每件事情都反对哦。你有没有听过你要去看你的朋友，还有你隔壁的同意吗？另外 ，WHO 拒发邀请函，台湾可能连续3年无法参与 WHA。总统也反呛，没有台湾参与是世界的损失。变身辣台妹小英靠呛大陆拼连任。九国向林家园，柏流报道。